开始了哈。今天经理怎么站在这个位置，有点奇怪。经理不是只有会说，我真的是会拆避震器的哈。来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台是 RAV4 的4代、4.5代，底盘都一样哈，底盘都一样。那共用这个底盘的，还有 Lexus 的 NX 的系列。那今天经理啊，来亲自来动手，因为每次直播都是说一样的，大家都听腻了哈。那经理就来教大家怎么拆装这一台车的避震器，那还有介绍 KT 的避震器的种种。这台车的前面悬吊系统是麦花臣的，所以拆装上也还蛮简单的。可是简单归简单，还是有一些的细节啊需要特别注意一下。像我们在拆装的时候，我们会刻意哈把它前轮的 camber 的角度啊，把它先做个记号哈，这个用水平仪把它架好，然后待会降下来的时候，希望啦这个角度也不要偏离太多，但是最终的角度还是得要上定位机来确认。定位的角度不是上了这个之后就不用定位，不是啊，一定还要再上定位机。那这里的一些离载串刚刚已经拆掉了哈，这个羊角的螺丝也拆掉了，我现在要把避震器把它卸下来了。上座的话，三颗螺丝在这里，好，这个是 M14 的，是14号的没开，好，然后这个螺丝是 M10 的，好，那拆装的步骤了哈，每个技师的不一样，有的可能会先拆上座啊。经理的习惯是先拆这个羊角的部分，先把螺丝拆松之后，经理大概十几年前哈，第一次拆装避震器的时候，还把这个螺丝哈把它打到滑牙，所以这个螺丝并不是这样直接拆，好，可以摇一下避震器，它就可以抽出来了哈。好，摇一下羊角，螺丝就可以拆出来，那只有剩下。这一颗螺丝，好，剩下这一颗螺丝之后，它的羊那个整只避震器就可以卸下来了。好，把它放松一点点。然后羊角的话，希望不要它动哈，因为有的车系它的传动轴啊哈比较松，有可能哈这个传动轴的话有可能会松脱。好，那这样子我们的避震器。就卸下来了，那再来就要装上 KT 了哈。KT 的话，前面是总成件，有些的品牌，它的前避震器的话是需要沿用原厂上座，但是 KT 啊有附上座，我们来比较一下看看好了。这个是原厂的，高低软硬都不能调整哈。戴口罩还要拆车，实在有点喘。好，来，这个是 KT 的哈。那今天车主啊想要的大概是三指半到三指之间哈，所以待会的话我们有两个动作，第一个要调整这个的长短度，第二个要先设定好阻尼。那阻尼的话只有大概啦，因为装上车之后啊还可以再做调整哈，所以我先查一下资料哈，看这个大概三指多的时候啊是多长哈，38，好，那我把这个距离的话先把它量好，待会上车的话就大概三指多哈，这个间距要38。好，我们有一大叠的资料夹，都是在同车款的数据，所以我中间有要38。好，38大概装上去之后，就大概是车主想要的高度。好，现在就大概38哈，但这个还是松的，这个的话。会装上车之后，再把它敲紧哈，因为现在施力点不太对哈，所以我现在阻尼的话也大概先设定好一二，好，阻尼设定的话大家也没看过吧哈，这里12345678910111213145，好，那我先设定15段哈，好，那我要装上车之前还有一个零件，这个零件是原厂的。ABS 线的扣具啊，我要把它拆下来。好 ，KT 连这些小细节，全部啊都是做专用的规格哈。那我拿个工具，好，这个有一个扣具哈，后面的话它是有一个扣具，要把它拆开。好，一夹之后，这个地方。往这个地方夹，它就可以拆卸下来。
这个扣去啊，我们再装回到 KT 的避震器上面，哦，就是这么完美，扣去就是这么好。然后这个话，等一下 ABS 线就是扣在这个地方的，所以这个扣去啊要拆下来哈，哦。好，我怕我们小编跌倒，所以先放旁边。然后这个就可以装上车了。戴帽子看不太到。好，那三颗螺丝啊，哈，可以看到上面三颗螺丝已经穿出来了，所以我先把它先锁附一点点，待会最后阶段呢，啊，再做锁紧的动作。我记得直播拆避震器好像大概两三年前才有。今天现在要装羊角哈，羊角的话，因为刚刚车子有放下来嘛哈，所以我们再把它升高。那有的技师的话，身材比较好，好可以练一下，练一下身材。但这个的话，它还是羊角还是有一定重量了。那如果比较省力的做法哈，就是用这个千斤顶，我们把车的羊角哈下部的话把它顶高，顶到螺丝横向的螺丝啊。可以穿过去就 OK 了。好，这样的孔径哈应该差不多了，所以我们照原来的方式，我再把它穿回去。好，重点来了哈，来，这个螺帽的话跟螺丝头都是22mm 的，有问题啊？是哦，好好好，那这个理仔串呢，有些技师说经理你这倒没去的呢，哦，有些会跟有声音吗？真好，这个的话有些反应说这倒没去的，但其实不是啊，是两边的理仔串啊要一起拆一起装，哦，所以理仔串的话等那一边拆下来之后我再来装这一边。好，那这个羊角的部分先大约的固定好，然后这里有一个，转过来这边好了哈，这边有一个油管，刹车油管哈，刹车油管的话，它有一个，这个也都是专用的规格，来扣进去之后，来这个就是跟原厂的固定位置啊，都很完美哈，都是一样的。那最后一面这里还要再加一个，好，加一个扣具，扣住之后再来锁这个螺帽，可是我的帽子让我看不到螺丝孔。帽子遮住了。好，好，就是这样子哈。然后把这一颗螺帽啊，把它锁紧。好，这个就跟原来的固定的位置都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还少了一个东西啦，少了这个刚刚介绍的这个扣具哈。这个扣具啊，我们最后再来扣，我们先把这个M12 的螺帽哈，先把它锁好。好，这个是14的还是12的我忘记了，应该14的。这个14的螺帽哈，先把它锁好。这个只要因为螺丝小，所以轻轻的力道就够了哈，这个用不到了。来，锁好之后还有一个扣具哦。这个灯光这边应该看不到哎。哦，可以哦，可以。好，来，好，这里还有一个扣具，把这个扣具搬开。因为这个都是原厂的扣具哈，所以密合度都还不错。好，扣。叮的一声就代表这里都扣，可是这个螺丝还没锁，这个要怎么锁？来，
我们镜头由上往下照，照这个地方，这里有一个气泡仪啊，这个气泡仪就是在定位时候用的，它的角度啊，大概可以做到一度半左右。如果我要 camber 做趴一点点，就这个角度；如果要做正一点点，就这个角度。那基本上来说啦，如果没有要特殊角度的话，它的气泡仪会跟原来的角度一样的位置，是在最外侧哈。所以我拉到最外侧之后，我需要把这两个螺帽啊，把它打紧。但是拆装的时候，记得有一个动作蛮重要的，拆跟锁的时候，并不是拆螺丝，是要拆螺帽哈。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常识。好，好，那我的我要先把上座先锁好，我们再来做这个羊角好了。上座的话是 M14 的，来，太久没拆，其实有点生疏。这个电瓶也不错，这个电瓶是爱马龙的。那这一台其实还有一个是经理觉得还蛮不错的哈，4.5代才有的，就是油电款。后来5代的话也有油电的，那节能效果相当的好。好，这个螺丝其实锁附的力道都轻轻的了哈。磅数的话，我要再查一下资料，我也忘记了。啊、哦，小马，你实在是很吵哎，是你应该来教我吧？这个简单的了哈，经理就炫技一下哈。来，这个前面上座锁好之后，来，我们要注意了哈，这个 camber 角度哈一样，哦，它一样有一度半左右的角度。那我把它拉到最外面，我来锁附了。锁附的时候记得哦，要锁螺帽，不可以锁螺丝头哈。好，这边固定好之后。来，要打紧了哈。来，眼睛的话看一下它的气泡椅的位置哈，再打紧。敲碗欧系车，好。好，那基本上前面这样子就安装完成了。还有一个步骤很重要哦，这个高度的这个齿轮状的环啊，来镜头移近一下，这个还没有敲紧，好，这个还没有敲紧。那前面的悬吊系统，经理刚刚一开始就介绍过了，这个是麦花臣。所谓麦花臣的悬吊系统，它就是我们在转方向盘的时候，它避震器是会旋转的。所以这个齿轮状的托盘，如果啊没有锁紧的时候，遇到坑洞。它会有一个异音，就好像是李仔串的这个头坏掉的叩叩叩的声音哈，所以这个托盘啊，记得要把它敲紧。那 KT 的话有附一个扳手，扳手，好，扳手在这里哈。KT 的话有附一个扳手，可以用扳手锁紧之后，再用工具稍微把它敲一下哈。这个齿轮状的托盘呢，它是锻造的哈，所以不必担心会把它敲坏哈。先给它锁紧哈，先把它锁紧，好，大概这样紧了哈。然后，有的怕会把它敲坏，不会啦，因为这个材质啊 ，KT 用料真的用得很好。这个齿轮状的托盘啊，是锻造的材质哈，所以这个齿轮状托盘还蛮耐用的哈。好，基本上现在这样子，就只有插上剩下离载算了。那离载串的方式啊，等那边拆装下来之后，这个才对得到口，好，再来做锁附。好，那前面的介绍大概是这样子。那后方的话，因为今天的车主他还有选择了要装羊角调整器，哈，来，我们镜头移到后面。这个是后方的悬吊系统，这个经理有介绍过，用料也不错，这个是日本的避震器的大厂，好 ，Takiko。这个是后方的弹簧，它的行程其实蛮短的，因为
它的避震器做动的位置是斜的，好，是摆在支臂很内侧，所以它的行程很短，行程很短。那阻尼的话，也因为摆臂的位置，所以它的阻尼做的比较应该要做的比较强了。但 RAV4 的车子就是舒适，就是太软了一点点。来啊，这个是后方的仰角，那前后悬吊的话，哈，这个都是多连杆的悬吊系统，所以车身降下来之后，后轮，好，后轮的这个角度啊，叫头印，这个叫 camber， camber 的话就会变成这样子，所以轮胎的内侧这边就变挪耗比较快，哈，所以它原厂的支臂啊是在这里，但这个没办法调整啊，所以需要改装这个东西，这个叫仰角调整器。改了仰角调整器之后，就能靠仰角调整器的这个结构来改变这两个螺丝孔中间的 PCD 的距离。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两个螺丝孔把它距离变长，后轮的 camber 角度就变得比较正。那原厂的话，束角是原厂就有偏心螺丝可以做调整，但 camber 的话没有，所以 camber 的话如果啦有车高有降低的话呢，尤其是五代的，尤其是五代的，就会建议要改装这支仰角调整器。那记得哦，它原厂的，哎，这里啊，这样不晓得有没有办法对得到焦？可以。好，这个哈，原厂的有分左右边，改装的也有分左右边哦。如果啊不太成熟，不太对这些改装品不太细心的技师装错边的话，会有干涉的问题，所以这个仰角调整器的话，记得要分一下左右边。那分左右边在哪里？看起来都一样啊。来，从这个地方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面跟这个面的角度啊是不同的。好，所以这个记得后仰角调整器，这个是有分左右边的哦，记得不要装错了哈。好，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原厂。好，原厂的话就是这个位置，好，仰角调整器就是这一支，那避震器的话在这里，后弹簧的话是在这个地方。它里面的话其实还有一支防倾杆在仰角了，跟Golf 七代的底盘也类似这样子的悬吊系统。我指的不是避震器，指的是橡丝臂的部分。那这台车我们北区那里好像有做库存诶，如果啦车友们有想要试乘的哈，或者是想要了解更多，因为经理今天没有办法做太长时间的直播，因为我要帮忙拆装这台车哈。那如果啦有任何问题，好，或者是有想要试乘也好，赶快跟我们小编联络。今天6月25号是最后一天原价，明天就要涨价了哈，记得要把握今天的机会。赶快跟我们小编，赶快跟我们经销商，赶快跟店家订货。今天来不及装也没关系哈，可以先付定金，然后保留一个月，好，赶快把握一下机会了。好，今天直播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